大家新闻都把你冠上什么戴绿帽那种，你看到会更低落吗？不会啊，不会，我又没错。是原界撇绿帽事件，现任女友是他，就是很天时地利人和的，就这样发片了。以男团原味觉醒走红的世元界，其实早在国一时就被经纪人孙德荣相中，和罗志祥、欧汉声等人组 B 五团体出道，但后来公司收了，对当艺人兴趣缺缺的他，玩滑板成了当时的人生重心。所以我摔到习惯性脱臼，进急诊室已经进到太平常了。是啊，他也因此练就了十分钟敲骨绝技。这有回开车转头拿东西，又惯性拖着啦。我赶快开到路边，我就趴在地上，就在路大街上，然后塞车，我在大街上接手。甜美的青春就这样就。他曾梦想当飞官，但最终选择了演艺路。年前遇上事业低潮，连感情都不顺遂。他2013年拍《美味的想念》与同剧的邵雨薇交往，两人还被拍到一起回哀巢。不过女方在2016年拍《1989一念间》，却传与同剧的张力扬假戏真做。这下原界岂不是绿绿的？我朋友会开我玩笑啊，现在的生命当中尽可能少碰绿色的东西。那时候他跟张力扬拍到，你那时候已经分了。分啊！那你有问他为什么要分？啊，分了就分了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什么后续？还有戴绿帽那个啦。哎，那个过了，就让我戴绿帽吧。那就是没有绿帽。哦，就没有绿帽啊？那就随便嘛。不过江湖有传言说是你劈腿呢。我莫名其妙，他是在整我吗？不讲话是我最大的风度了。现在的我，感情不是最重要的，家人第一，工作第二。可能朋友第三 ，maybe 感情才是第四。告别上段恋情，现在的他内心已有圈外的心仪对象。知道我喜欢他，没有交往，没有啊。情人节我有给卡片啊，这样子放闪。他有反应吗？他也只回我一个谢谢，我只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。这33岁的他希望能在35岁前结婚，不过心上人追到手前。我有一群女朋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妮娜这女朋友正是有大鸡鸡的好哥们王家良。金刚芭比，对，他们都一直在骂我以前不是一个男人。但王家良还是很爱他啦，爱到每天早上起来，习惯性就是发裸照给我，怪变态的这个人。一回两人出国到夜店玩，王家良回到饭店，元姐，我把你给扒光，不然扒我的裤子，说你神经病。娱乐当新闻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八打五。